花莲县封冰乡知名景点青布之子海上古道前阵子才受到0403花莲强震影响，设施出现毁损，没想到近日又因为多起有感地震，边坡大规模崩塌，画面中可以看到大量土石掩埋步道出入口，还压毁一旁楼梯，就连防落石护网也因此损坏断裂，场面险象环生。 目前步道已经做了紧急封闭，禁止出入。由于余震不断，土石还在持续崩落，相关人员无法挺进勘灾，要等到情况稳定一点后才会做进一步的检查。